八宝刚刚将猎物拖到树下，但是猎狗已经嗅着气味而来。为了防止食物遭到哄抢，他不得不立刻动手，快速将猎物叼到树上。猎狗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生命安全，确定附近并没有其他捕食者。然而花豹此时体力仍然没有完全恢复，这就让猎狗看到了机会。担心猎物被叼到高处，猎狗先是若无其事的接近，然后他突然采取了行动。尽管猎狗并不善于攀爬，可这样的高度也足以让他看到希望。哦